我第一眼被它烧到是它的图案，有没有兔子控在哪里？这个小兔子超级可爱的啦，而且很活灵活现呢，就是你看得出来他们在跟蝴蝶玩耍。然后这个兔子其实就是最吸睛的，然后重点它一样是做全内刷毛、内磨毛、内刷毛的材质，所以穿上去很保暖又很亲肤。哎，颜色，小兔兔来了，再见，好可爱，紫色、蓝色跟混灰，混灰，混灰色。它有一个大大的口袋，重点是它细节做得很好，是因为它连这个抽绳，你们看它的下摆都有帮大家做到这个收边，所以你不会虚掉，就质感是有在帮大家照顾的。就是它的这个抽绳，你可以自己去，你看有一个小啾啾的感觉。长度的话，也可以遮住你的屁股。它遮住我屁股下方一个手掌左右，所以我觉得它的修饰度蛮好的。哎，到菜楼，菜楼可以穿。